这个左脚先没先，三步一遍，三步一遍啊！来，来，从慢开始啊！预备开始，一，手背先弓箭，二，三，垫步放回来，三，后腿要蹬，前脚迈出去，一，二，三，垫回来，一，二，三，垫步，一，二，三，肩胛高架啊，站起来，一，二，三，一，二，三，手背先弓箭，一，二，三，换一边啊，一，二，三，垫回来，一，二，三，垫步，一，二，三，手打弓箭啊，一。垫步，一、二、三，后腿蹬，一、二、三，垫步上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一、二、三，威胁中线啊，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，打一个点，一、二、三，垫步，一、二、三，垫步，一、二、三，垫回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垫回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垫步，一、二、三，垫步啊，垫回来啊，一、二、三，后脚蹬，一、二、三。一、二、三，点完了，拿起来，一、二、三，点步，一、二、三，点完了，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左脚拎起来，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回圆，回圆，看看，不过你说快一半，是不是说完之后是不是变回来没有？再打是不是再变回来？你摩擦部位什么？好，跟他说的是还原部啊。这能把一个刚才老师说的这个单线的上步做做进退步的变步啊，进退步进退步的变步。好的，大家好，手拿起来啊，先从这个缩的时候后腿啊点击地，手发过去发后手拳，再变一步，好，好，二，再变三，再变四，后脚要拧要蹬，好，手拿起来做几组啊。好，还以这个左脚为先为例啊，预备开始，一，蹲在空中上来，打过去没有？脚蹬了没有？二，拧完没有？三，这是发后手拳嘛？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好，退回来，好，一，好，三，这是前脚先手，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好，向前坐啊，再一，后手拳，二，后手出去。